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勇冠前朝》，我是黄永文。那今天来讲话，大盘上涨了100多点，该怎么看？跟大家持续的追踪。其实大盘的话，大家都在等待美国降息一码或两码的这个时机，所以成交量的话微幅的下降。那怎么办呢？其实你要是要空手等呢，等的话我们一起来布局。第二个，还是你要套着等呢？如果你手上股票有被套的话，其实你要跟着我一起来布局。黄老师的股票其实非常多，股票都是属于一个标股中的标股，那么还是要赚着等呢。各位跟着我们一起来上车，一起来赚这波的大行情。第四季行情应该照理来说应该是不错的。来，我们看这边加权指数来讲话，整理格局受到美股四大指数的上涨影响，让台北股市站上了季线的压力，下次在补缺口的话，这个是补这边的缺口。我曾经跟大家报过，补缺口的话多方续强，所以未来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下礼拜能开始慢慢补缺口，在中秋节过补缺口的话，这个盘的话就会比较强势整理格局。只要能够没有跌破之前的这个下影线的低点的话，我认为就有机会慢慢的往上做上涨带动。但是呢，上方的压力会非常的大，也就是说它会来回的震荡整理，所以你会觉得这个盘非常的无聊。为什么？老师，我选的股票都不会动，或者为什么股票都不会涨？但是黄老师的股票还真的很多都是会涨的。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VCR， OK， 好，各位，下一支台湾金锐，它就是一档标股，低基期在底部，小心，又是一档会喷哦，各位，惊艳全市场，你说对吧？这股票是哪种股票？我们要看一下，各位 ，OK。叫8249的灵光，8249灵光，我们待会看一下，各位。还有昨天我也持续盖盘，你看一下吧，我一边盖一边讲，一边盖一边讲，台股大幅震荡，创造绝佳的买点，刚收到内幕，未来一定会喷。各位，这是什么股票？跟大家持续分享一下 ，OK。8249的灵光，所以各位，灵光重不重要？当然重要。我给大家股票，我在 Light 也直接有写到 ，OK， Light 9月9号有写灵光。好，回到节目现场，各位看到吧？所以老师的股票其实前几天都有盖牌给大家看，所以会涨的时候，其实你要跟上黄老师的脚步。所以各位，你知道这些股票非常的飙，台湾金锐、灵光是不是都非常飙？所以你要相信黄老师的股票还真的非常强。股票不重要，但黄老师给你的股票还真的非常的飙，非常的过前高，创新高，创新高，你说对吧？那么其实我跟大家报的股票其实真的不多，各位我们看这边，这个地方来讲话测标，礼拜三的时候一样测标，台湾金锐涨停，灵光涨停，亚太也涨停，是不是复制贴上？所以我们今天的股票是不是都一样？是不是连续性？所以你看黄老师的节目，是不是一出连续剧？当只股票在开始慢慢的往前奔波的时候，奔跑的时候，上涨的时候，是不是一种连续剧持续往上涨？所以你要关注黄老师的节目，我的股票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营养的成分在 ，OK， 非常有价值的那个 Light， 其实有非常多价值的 Light 里面的资讯都是今天的一个强势族群，所以各位。你还记得吗？我跟你说，影像感测产业，各位，原像亚太跟灵光，在9月11号，我很早就跟大家报过，它这股票还真的非常强。那么其实有图有真相，所以我把影像感测产业的概念股，在这个礼拜之前就把它写出来了。所以这三档股票应该就是现在是市场上的焦点，你说对吧？所以我给大家的股票都是属于未来的趋势，未来趋势会涨的股票几乎都在我们家里面有公开的呈现。那为什么股票会这么强呢？主要原因是说黄老师帮你选的股票是真的属于低档低基期，买进后就直接会喷出去了。所以各位你还记得吗？车用夯、亚光、亚太营收齐扬，当时候在9月5号的时候，我跟你说，亚光、亚太也非常重要，因为亚光我之前有做过，帮大家去做过，从大盘大跌4700多点后，各位亚光是第一批冲出去的股票，你还有印象吧 ？OK， 好，那亚太呢，子公司也非常的强，亚太9月10号的时候大概上涨了大概 2.36%， 我当时候跟你说过，各位，亚光、亚太营收齐扬。所以它营收呢，讲实话，股价创下近期的新高。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亚太，亚太呢，各位9月13号涨停板 ，OK， 好。
那么九月三号 K 线呢，跟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从这边低档跟大家报告，它是不是真的涨上去了？还真的非常飙。所以亚太会飙的时候，其实我都有提前跟大家报告，它真的是从低档低低起往上飙的时候，是不是都不一样？黄老师帮你找的股票几乎都是品质保证，为什么？各位，你来看这边，是不是跟主人跟狗这边都已经脱离了？它往上爬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形态的改变。当一个狗呢持续往上爬的时候，主人在后面追在床上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标的物。所以每档股票里面，黄老师帮你选择出的股票，几乎都是这种喷出去的股票，这种创新高的股票。而且每一档股票里面来讲啊，各位是不是今天来讲话，你什么时候来拿，是不是都创下近期的新高？我说对吧？那么各位还有印象吗？之前跟大家报告的股票，黄金的标股，各位，台股大幅震荡，创造绝佳的买点，未来一定会喷。灵光8249，灵光是不是真的非常非常喷？我曾经跟你说，哎，光明灵光傻傻分不清，有印象吧？不过还好，这两档股票都是涨停板的，所以如果分不清楚的话，也是涨停板，都是让你赚钱的。我希望我在我节目里面，黄老师说的股票，给大家报告的股票，给大家分析的股票，都是属于一个强势族群。每档股票看我节目都非常的开心，但是你要跟着我操作，各位，股票不是问题，人才是问题。所以有时候我送给你股票，你不一定会赚到钱，为什么？你可能会追高，但是你够低档低低起买进的时候，低档低低起买好买满，飞出去的时候，喷出去的时候，你就可以享受到一个标股的乐趣。我想我找标股的一个能力，你都有目共睹的。其实我的标股是非常非常多。那为什么标股会那么标呢？就是股神给我的暗示。各位，德国股神跟我讲的一句话，老人与狗的理论，买卖盘，当买卖盘知道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它的趋势跟方向。像大盘来讲话，它现在就是属于大家等待美国降息一码或两码，所以成交量不出，所以老人跟狗呢都混在一起，在季线里面来回的震荡整理。所以来讲话，没有这个饲料还没有任何的方向之前，这饲料没有放大之前，这只狗不会往前冲。所以你也不要担心昨天大涨完以后你认为今天会大涨，其实是不会的。这样听得清楚吗？ OK， 好，那么各位，台湾金锐来讲话，下一档的台湾金锐，各位，它就是一档标股，低基期在底部，各位真的是低基期在底部，小心就是一档会喷哦，各位，我那时候说会喷，三四天前讲会喷，真的会喷，而且惊艳全市场，灵光8249，我说对吧，各位？所以九月十一号的时候跟你讲说灵光涨停板，各位，九月十二号的时候涨停板。九月十三号的时候涨停板 ，OK， 所以我们各位，我们恭喜黄鹤灵光挣了4.15涨停板，各位恭喜呢，灵光挣了4.5元涨停板，今天各位影像处理器的大标股，各位灵光从38块多跟大家报告完以后，就是直接就喷出去了，涨幅多少，大概多少，你自己看一下，所以我是不是？有直接间接的在我的侧标上都要打出这个字幕，都让你知道说老师呢这种股票还真的会飙，所以你要跟上我们的行列。所以各位记得我们的 LINE 里面有很多养分非常有价值的标股都在这一颗 LINE 里面。这个 LINE 呢，如果你周末看到我们节目的话，就麻烦你加个 LINE， 很多的标股在里面。如果你想要操作这种型的标股，创新高的股票的时候，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 的行列 ，OK？ 这 LINE 的股票里面呢非常多，为什么呢？就是属于一个中多行情里面，譬如说大盘现在如果是持续往上飙的时候，盘整出标股，还有印象吧？老师发明这句话以后，其实我的股票里面还真的非常飙。台湾金锐是不是标股？我想你应该也承认是标股，现在还是创下近期的新高。各位，那这档股票来讲话，各位，灵光。光领是不是创下近期的新高，涨到50.2元了？是不是低档低基期喷出去的时候，我都有跟你说，所以你要跟上黄老师的脚步，各位，你要记得吗？跟上黄老师，来得越早，你会赚得越多。各位，来得越早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当时候我在灵光跟你报告的时候，跟你分享的时候，跟你要拿，请你来拿我们的资料的时候，你最起码可以赚20%或30%。所以来得越早，你会赚得越多。你说对吧？所以有
操作而言，我很直接跟大家讲，言而不尽之下来讲话，很多的股票我都跟你讲得非常清楚。虽然有时候来讲话，它有时候会震荡整理格局，不过全部大部分来讲话都是属于喷出去的行情。我们稍微看8249的灵光。好，那灵光来讲话，其实各位你看这边，它在低档的时候是不是刚好在喷出去的时候，我都跟大家报告，哎，它即将要喷的哦，各位，这只狗即将要喷出去的时候，我都跟你报告它是不是个多头性的股票。所以各位你要买的话，就要买黄老师跟你介绍的股票，这样子的话其实很多的标股你可以跟上我们的脚步。那为什么你要跟上脚步呢？主要原因说，哎，跟上黄永文，勇敢的买进，稳稳的赚钱。如果你买进灵光，现在是不是属于那个市场上的焦点？而且各位，正中节目都会跟你讲，股票节目都会跟你讲说，哎，他做什么的？我跟你说过，他是机械的眼睛，他是持续往上飙。所以每次的股票来讲话，你要加我们的 Light， 我们 Light 里面来讲话有很多的标股的讯息，很多的养分，很多的价值成分的股票都在里头。那为什么黄老师的股票真的非常的飙？主要因为看好第四季行情，当第四季行情持续往上涨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标股就慢慢的呈现的。所以各位你还记得吗？其实我跟你说过，哎，时间不会重来。什么意思呢？各位，灵光不会再重来了，不会从低档跟你说，哎，我要请你买，我要叫你买，我要叫你买，我要叫你买。但是呢各位，赚钱的方程式可以复制。什么意思？从低档买好买满，这个地方可以复制每一段的行情。所以你要复制 DNA， 在每一档股票会涨的时候，你要复制每档股票的一个涨升的幅度。当这个涨升幅度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股票会飙得特别快。所以我讲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呢？为什么讲这句话呢？最主要是因为，哎，巴菲特有说过一次名言：当海水退潮时，就知道谁没穿裤子游泳。我想，在大盘大跌4700多点，从24000回档以后，各位还有哪些股票创下近期的新高？各位，灵光8249是不是创下近期的新高？所以每次的新高而言真的非常强，所以你要跟上我们的脚步。那灵光来讲话涨幅多少你自己都看得到，各位它真的非常的飙，在低档低基期跟我们一起买好买满，往上飙的时候一起享受到一个赚钱的乐趣。那其实很多的股票来讲话都是这样操作的，你只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其实很多股票的机会就是一个会飙起来的感觉。那其实会飙的时候，最早也就是说，哎，各位看这边，八月份出口值史上最旺，各位，台湾的经济非常好，台湾经济其实没有很大的问题，问题是在对岸。对，那其实来讲，每一档的一个股票的一个讯息，只要能够在台湾的制造的方面来讲话，供应链在台湾就会因此而受惠，而且跟着组织吃香喝辣的。我们的组织在辉达的带领之下，其实它真的营收持续创高，那么股价呢也会稍微会震荡一下，不过未来还是会更好。所以各位，上市柜营收最强的八月份持续的创高，七月份以后外销订单冲涨500亿美元。那你还记得吗？我跟你说过，股票其实也不多，之前从大盘大跌完以后，它其实也很多的标股盘整出标股，我想我每档都可以帮各位去抓到。台湾精锐，各位有印象吧？台湾精锐 ，OK， 在我跟大家报告的时候，它是在我们的侧标里面都是黑马股。当时候我跟你说过，九月之星的标股，各位台湾精锐 ，OK， 盘面资金开始变化，体验涨不停，你还知道吗？现在为止还是涨不停，你说对吧？所以黄老师的股票是不是真的属于涨不停的股票？每一档每一档就是揭开给大家看一下，各位，八月全新的标股资金狂潮下，原来就是有钱人喜欢操作，买完就会喷，涨停再等等，因为后面还会喷，对吧？是不是最近还在喷？所以我跟报告的股票是不是真的还是每一次都是会继续喷？各位，全新的飙涨的标股资金压不住了，后面还会喷出。我想我的字卡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从一开始跟大家介绍到现在还是持续的喷出，你说对吧？所以会喷出的股票几乎都是在我们家有公开的报告给大家知道说什么股票会涨。那其实你知道这些股票会涨的时候，你要相信黄老师，
黄老师给你股票，其实每张股票几乎都是属于一个标股。如果你有认真看节目的时候，所以你要注意看我们节目，我们节目非常的精彩，很多的时候节目的进行之中，其实很多标股都隐藏在里面。各位，神奇的标股，如果你没有听过，真正会喷的股票，慢慢涨，将会持续到喷。各位，台湾精锐，所以各位，台湾精锐的时候，那时候跟大家报告以后，它其实真的非常的标，从低档开始标以后，各位有印象吧？从445元，各位4583的台湾精锐445元，跟当那天跟大家介绍，慢慢涨，慢慢涨，涨到现在，今天还涨停板697元，涨幅多少你自己都有看到。各位买进台湾精锐市价，各位今天来讲话还持续的涨停板。那为什么股票会这么飙呢？就主要是因为黄老师的股票找股能力非常的强，所以各位，今天我们推出这个礼拜推出了电子股的潜力标股。电子股的潜力标股很像谁？均豪的走势的标股，未来要大喷，第四季将直接喷。所以呢，各位，重型的股票会不会跟台湾精锐一样？各位从第一档开始买进完以后，各位持续的从喷出涨停板。所以来讲，我们股票来讲话，很多都是属于涨停板的。各位，亚太 ，OK。亚太今天是不是涨停板冲上去以后又是涨停板的价位？所以很多来讲话，各位每张股票都是属于一个会喷出的行情，在一个震荡不绝的时候，这个盘整是混沌不绝的时候，其实盘整出标股，黄老师跟你讲的非常对。所以各位，电子股的潜力的标股很像均豪的走势标股。均豪你也看到从60几块喷到166块，我想你都有看到。所以各位，未来要大喷，第四季将直接喷。如果你想要赚钱，跟我们一起来赚的话，欢迎你周末的时候打电话直接来。进广告时间，谢谢各位。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这条路是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我在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位，我看这边，其实现在来讲的话，主流在工具机、机器人跟设备，我想设备还是很多的股票持续的上扬。所以各位，其实我跟大家讲的股票，其实非常多在机器人方面。各位，灵光8249灵光，我找得到重型的股票，它非常的飙。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其实你可以来跟着黄老师一起找重型股票，黄老师会带你买重型的股票。灵光，各位，如果你找不到的时候，你来找我，这非常重要。那其实很多股票来讲话，在飙的时候，其实都非常多的一个明灯。也就是说，股神有讲过一句话，其实它会飙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它是不是直接的在一个
绝对值里面创下近期的小小新高，这样子的话其实非常多的股票就会有机会得到它未来的趋势跟方向。当然讲话各位你要记得吗，我跟大家报告，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各位，我跟你讲，灵光的时候在低档低低期有方向给你的，所以你也不用什么找股票，我就帮你找好了，你跟着我们一起操作。其实你来拿资料，早点来拿的时候，你可以享受到非常多一个涨幅的涨停板的一个乐趣。所以每档涨停板的股票，我不是爱讲涨停板，但是呢，它常常都在我们家出现。为什么？因为股票本来就会飙了，会飙上去的时候，其实每档股票就会直接成为人生中最好赚的那一段。各位，人对了，股票就对了。所以你要选对老师非常重要，也选对股票。各位，灵光来讲话，在低档低低期跟你报告的时候，是不是真的非常飙？灵光飙上去的时候，其实很多机会我都有跟你暗示、明示，它就是现在的主流。你说对吧？这个礼拜我就做出这个行销广告，也就是说，在灵光在上涨过程中，在底部讯号，我就请你来拿资料。你来拿的时候，各位，每一档股票几乎都是从低档开始起飙，飙上去的时候，你就会享受到非常多一个赚钱的乐趣。所以各位，坚持做对的事情，而财富就自然来。为什么坚持做对的事情呢？各位，灵光在低档底部讯号慢慢在涨的时候，你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多赚钱的乐趣。所以各位，其实我们这礼拜推出这个电子股的潜力标股，很像均好的走势。各位，未来要大喷，第四季将直接喷顶。各位，灵光还有印象吧？各位。还有八月份的各位全新标股，九月份的标股也是这一档股票，机器人股王，资金狂潮下，原来就是有些人喜欢操作，买完就会喷，涨停再等等，因为各位后面还会飙。这句话写到现在，我想都没有人怀疑它，它真的现在还在飙，你说对吧，各位？OK， 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八月底的时候跟大家报告这种股票叫做台湾金锐。或许你不相信黄老师，你就说，黄老师讲的股票真的有那么厉害吗？有那么准吗？但是你眼见为凭，各位，你看看台湾金锐有哪个老师从现在讲到现，从未来讲到现在，从以前讲到现在，它还是在涨。所以黄老师看到的是未来会涨的趋势。所以各位，你现在看的很多的数据都是过去的数据，但是呢，你要看到未来，未来会涨的股票才是投资们想要的一个股票，它才会飙。但是谁找给你的？就是我黄老师。如果找给你的股票，其实都非常的飙。所以台湾金锐，各位，机器人股王。虽然之前操作过很多机器人，但是呢，这是股王，你要知道说它赚的也不错。我当时我跟你说毛利率 50%， 会不会跟台积电也那么的强呢？我那时候暗示了一下，你懂意思吧？所以各位，它其实很多股票来讲话都是非常的飙，所以交由市场去决定，我不去预测它的价位，基本上它会非常的飙。所以我跟你说过，这边要这底部买好买好买好买满，你这边等着它买好买满的时候，它往上飙，是不是真的就是属于操作的乐趣？我想操作股票这样是最快乐的，你说对吧？所以而言，周末假期如果你喜欢操作这种台湾金锐这种型的股票的时候，其实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业务联络的话，很多标股的话我们带着你去操作。所以每次的地方的话，你要跟着黄老师操作，各位。所以各位，黄金的标股灵光8249灵光，台股大幅震荡，我想大家都知道说它在震荡的非常大，创造绝佳的买点，刚收到内幕，未来一定会喷。这支股票从以前到现在，是不是还是持续的喷？你说对吧，各位？8249灵光。所以各位，我在底部跟你介绍讯号以后，它是真的喷出去了。真的喷出去了。所以很多的标股其实都是在你看我节目的时候都是这种引申出来的，每一档一档一档的去复制它的走势， SOP 每次复制的走势，你就会享受到它很多一个标股的乐趣。我想各位说一句话，就是说压回是机会。各位，股票要买对非常重要，股票要买对，你选择黄老师的股票，各位，你要跟上黄老师，来得越早你就会赚得越多。各位，灵光从底部讯号30-40块买进去，各位到现在已经50块了，我想你都是有看到的。你看我节目的话，我每天每天讲，我几乎不间断。所以各位，他每天股票来讲话，真的走势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像做股票一样，操作股票就像一出连续剧，也就是说
这个剧呢，从底部开始在演的时候，我们就跟好买好买满，各位，它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戏剧，我们就看到说，哎哇，还真的是一档标股呢，你说对吧？所以每一档标股呢，其实我都有跟大家去做报告，它真的是一档标股。所以各位，林光，各位，从38.55元涨到50.2元，我想你都有看到了，涨幅多少，你就有看到的是这个地方，在底部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买好买满。这时候来讲话，很多股票就有机会去创下近期的新高。我想黄老师给你的股票都是非常的标，你都是有看到的，你说对吧？各位，台湾精锐，台湾机器人股王，各位，从445元涨到697元，是不是从以前涨到现在，对吧？每档股票是不是真的非常标？各位，亚太也是一样是意思。OK， 从底部讯号跟大家报告，它真的是属于标股，标股持续往上标。所以其实每档股票来讲话，我都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因为最有潜力的标股，电子股的最像均好的走势，未来一定会大喷。第四季呢将直接开喷。如果你想要赚钱，一起来跟着我们赚的话，欢迎你周末的时候打电话洽询，或者来电洽询比较快一些。那我们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收看，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